要不然你还是别上去了吧。没事，我都已经扫了一半了。那你小心一点啊，站在房中间，不要往边上走。放心吧，那不放心了。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。赶紧进去休息会儿，都闪着汗了。两个人一块干船呗，一鼓作气，加油！够了。哎呀妈呀，终于采完了。哎，知道减肥锻炼身体了。今天晚上吃啥？吃点热乎，做面吃。哎呦，我的肩膀。那你赶紧坐那休息会儿吧。吃，老公，你的面条子切的是不是有点宽了？嗨，你就吃吧，我切这个配菜啊，把我切的反正的，做掉了。我也挺好吃。来，麻酱鸡蛋。嗯，遥控的。老公，辛苦了啊。微笑的嘴角。